玩这款游戏，我断剑超神，我断剑，这是怎么开宝箱的？喂、欸，喂、欸，不是开宝箱的、欸，靠背啊！点击出剑，好样的！哪招？下一关，采集两次矿石，铜矿、铁矿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一直点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没体力了啦，差点按到广告哎、欸，好险哦！拥有两把飞剑，借我锻造一下。我已经说“借”这个字喽，救，好强哦！加速永久生效，攻击还加50%，这里还有自动攻击哎、欸。点击获取，开启自动攻击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点一下就把它秒了，我还需要自动攻击啊、哦？我要点哦，两把飞剑点两下啦，所以飞剑越多，我要点越多下，是不是？想要这样子折磨我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新奇的小品玩意儿啊，就，那是 boss， 而且点了以后啊，他不会回来。才会一直刺到 boss 结束为止，哎，好凶哦！好小品的游戏哦，怎么最近又出这种啊？那怎样？台湾这边的玩家都爱玩这些吗？怎么出的 level 都那么低啊？他夺走我最重要的人 ，nice。必须在一天后练出伏魔剑，把师妹救出来，这样子我就有奖励可以拿了。救救小师妹，这是主线剧情啊、嗯！第三把飞剑来了，我有铜币的话，我就可以练第四把了。好啦，倒是很小品的游戏啦，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好了，大家拜拜。